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十二月，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号，星期三。今夜很正经的题目就是年终盘点，二零二零改变历史的一年，新冠溯源欲盖弥彰。二零二零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呃，在这里呢，我首先向各位网友祝各位网友这个节日快乐。 那么，在这个今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年做一个盘点。嗯，毫无疑问，过去二零二零年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啊。那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嗯，包括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呃，包括是在索马里发生的那个大爆炸。 啊，当然也包括这个新冠疫情，再加上这个呃，美国发生的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还有这次美国大选啊，这都是有全球性影响的大事情啊。那其中在我看来呢，我想很多人也会同意，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疫情不但造成了这个数千万人被感染。 呃，好几百万人死亡，这么一个呃，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惨惨痛的事实，而且它在各方面对人类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它也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这个呃巨大的影响啊、呃。所以我们要回顾过去这二零二零年，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提到新冠疫情这件事情啊。呃 那么有呃，这个本来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原来也讲过很多次。那时候是由由于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呃，在早期的压制封锁，所以就错过了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时间窗口，结果导致了疫情的大爆发，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呃，那作为中共当局，也就是习近平本人，本来是这次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可是到后来。 由于中国比较早的控制住了疫情，那么包括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很多其他的国家，到深深地陷入疫情难以自拔。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中共当局反而以疫情、疫情的问题作为一个理由，呃，由此来证明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有优越性，而证明呢，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不行了啊。呃 那么这就所谓造成了，嗯，把疫情就改写了疫情的叙事啊，就得出了呃、啊、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这么一个结论啊。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它造成的这个影响，当然就就就比疫情本身还来还来得严重。因此呢，我们在谈到疫情的影响的时候呢，那必不可免的就要就要涉及到这个。 对疫疫情的这次新冠疫情的来龙去脉的这个呃追寻，以及对这个疫情叙事的呃书写，嗯，那么就在嗯昨天还是前天吧，呃，英国的 BBC 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题目就是新冠溯源。武汉科学家石正丽说：“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以调查实验室泄露这个问题啊。” 这个记者叫这是中中国名字叫沙叫叫沙磊，嗯，他这篇报道很长，很值得大家去细读啊、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呃，那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石正丽就成了就处于风暴的中心，呃，有很多人猜测，认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是从他的。 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啊，那么对此呢，施正丽本人曾经好几次发表讲话和接受采访都予以否认。最近呢，他接受 BBC 的采访，也说他愿意接受任何的这个形式上的这种调查啊。可是呢，他虽然本人做出了这么一种表态，但是呢，马上他们这个研究所就表就出来说话了，说这是只是施正丽的个人的意见。 不能代表咱们所的意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现在大概到明明年一月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团队就可能就要去武汉，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调查。嗯，那么他这篇报道里就提到一很好几样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首先就是 BBC 的记者，就是这位沙磊啊。 他呃到了云南，到了中国的云南，到了这个云南一个叫通关镇的地方。他是在云南的深这个大这个深山老林里头，呃，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嗯、可是当这个 BBC 的记者他们这个团队想去到那里去访问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就进不去，呃，根本就进不去。在路上，他们就注意到有便衣警察和一些官员。 开着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那么汽车上都没有标，没有任何标志啊，在汽在公路上跟一直追踪他们，他们停下来，那么追踪的车也停下来。哎，哦，还没开开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嗯，刚才讲的大家听见了是吧？那我就不，对，不必重复了啊，呃。 这个便衣警察和一些官员开着没有标识的汽车，在崎岖狭,狭窄的道路上一直跟踪他们。啊，当记者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停下来；当记者他们不得不掉头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掉头。嗯，在路上呢，还发现了一些很奇、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在路上，因为那地方很偏僻，路也很窄。嗯，发现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啊。 包括有一辆大卡车横挡在公路上，嗯，因为那个路很窄，那他一挡着别的车就过不去了啊。那当地老乡就告诉他们，告诉记者，这辆卡车就是几分钟几分钟之前专门给安在路面上的。那可见这个车搁在那儿就是挡住这些记者不让他们进去的啊。呃，他们还记者还在路上遇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在检查站啊，那些人就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拒之门外，拒之境外，不让他们进来。嗯，所以他们本来你想从英国远道而来，跋山涉水，就是为了看，要去看云南那个通关的那一一块，已经一座已经放弃了的废弃了的一个呃一一个一个这个呃铜矿。嗯，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因为在二零一二年，呃，在二零一二年，在那里有六名铜矿工人感染了一种很神,神秘的疾病，最终夺走了其中三个人的生命。啊，那这件事情呢，早先是有有所报道的，啊，在官方媒体，在中国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啊，就谈到石正里团队说，在二零零二零一七年的时候，他们。 被派去云南山区的一个矿井，到那儿发现呢，有六个矿工得了类似于肺炎的这么一种病，其中呢有两个人已经死亡了。然后这个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一次一年的这个进行了一一年那个取样以后，就发现呢，在六种蝙蝠里头有一组不同的冠状病毒，嗯，而在那个矿井下呢。 他们发现矿井中的蝙蝠的粪便覆盖物，蝙蝙蝠的粪便上覆盖着一层霉菌，啊，而这些霉菌呢，原来就是使矿工生病的一个病原体，也就病毒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石正丽团队经过研究，就得出结论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矿井不马上关闭，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嗯，这个矿井就就关闭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 BBC 的记者就要去探访，的就是这个地方，结果呢不让他们进去啊。另外呢，实证丽这个团队在2015年还在也是在云南一个山区的一个石头洞里，发现了这个那儿附近有两对那两百多个居民，对他们就是呃这个呃这个,这个收集他们的采集他们的血液样本，发现呢其中有三有六个人。 也就是将近百分之三的比例啊，携带有来自蝙蝠的类似于 SARS 的这种冠状病毒的抗体啊。尽管这些人呢都没有处理过野生野生动物和蝙蝠没有打过交道啊，而且他们呢，呃，也没有，呃，也没说，也没听说他们，呃，就是感染过这个 SARS 有什么类似于 SARS 症状啊。所以云南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人们。 就是探寻呃新冠病毒源头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地，嗯，那结果我们发现，哎，这个 BBC 的记者去，这个不让他们进去啊，不让他们进去，结果就造成造成这么一种现状，不让他们进去啊。当然，呃，这种做法本身呢，呃，就是呃，人们为什么要去追要去到那儿去探望呢？就是说，呃。 就是想弄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实验室啊？因为这个所谓来自实验室，它就有有这么一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呢，过去其实人们也都谈到过，也谈到过一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武汉还有一个病毒所，有两个病毒所，一个是武汉病毒所，是中国科学院的武汉病毒所，一个是属于中国疾控中心的。 武汉疾控中心的一个病毒所啊，那个病毒所有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叫田俊华，他曾经多次到云南那蝙蝠栖栖居的山洞去呃采集蝙蝠，嗯，然后呢，他采集了大量的蝙蝠，把他们带回了武汉的他的这个实验室实验所，而在采集过程中，有有几次由于自身的防护做的不好。 啊，那就呃就沾染了蝙蝠的一些排泄物啊，比如有时候他呃不注意，那要去捉蝙蝠，蝙蝠尿的尿液就溅到他身上啊，甚至溅到他的眼睛上啊。另外呢，有时候也会这个这个嗯呃蝙蝠的粪便会掉到他的身上等等啊。那么他很怕干，被感染啊，他知道这样子的话，从蝙蝠的体液中一些分泌物。 啊，一些排泄物有可能带有病毒，那么它沾染之后呢，就有可能被感染，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当他回去之后就自动隔离十四天啊，所以过去还有还有这么一段故事。而这个田俊华所在的，呃，武汉疾控中心的病毒所，离华南海鲜市场就非常非常的近，嗯，因此呢，人们在谈到这个嗯呃新冠病毒来源的时候。 免不了就会谈到这个云南，免不了就会谈到在武汉的两个病毒研究所啊、呃，因为大家知道，到现在为止，虽然呃科学家对于新冠病毒它的源头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通常都认为呢，它还是来自于蝙蝠，有说是来自于浙江舟山的蝙蝠，但更多说的是来自于云南的蝙蝠啊叫。呃就 啊，来自于云南的蝙蝠啊，但问题就是你云南的蝙蝠，而武汉当地是没有这种蝙蝠的啊。那么如果它是来自于云南的蝙蝠或者浙江的蝙蝠，那怎么会跑到你你武汉来爆发来了呢？那么这里当然就就本身就这这个过程就很值得去探究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过去在 SARS 事件的时候就出过这个问题啊。 呃，大家知道钟南山早就讲过，呃，是中国是首先呃发生杀死呃这个新冠疫情的地方，武汉。但是呢，呃，不一定是病毒的源头哦。那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呢，是对的。呃，因为一种病毒一种疫情在哪里爆发，这是一回事儿，而引起这种疫情的那个病毒它的源头在哪里？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拿零三年的 SARS 事件为例，啊、呃，那 SARS 疫情首先爆发于中国的广东，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呢，呃，它的源头呢来自于云南的蝙蝠，也就是不是一个地方，呃，那么同样的，你现在新冠疫情首先爆发于中国的武汉，嗯，那么它的源头来自于何地呢？ 就不一定是在武汉那起初人们当然就是怀疑是武汉海鲜市场，所以在中国当地找到这个去年年底，就今年一月一月一号的时候就把海鲜市场给封掉了啊、呃。但是后来，那些科学家到海鲜市场去，呃呃采集样本的时候，发现他们采集了几百个样本回来，其中有动物样本，有环境样本。 所谓动物样本呢，那当然就根据海鲜市场的卖的买卖,卖这个卖的各种这个动物，包括一些野生动物啊，从他们身上取来的样本。环境样本呢，就包括从什么下水道啊、门把手啊、呃、啊、砧板啊啊这些方面取的样本。后来这个科学家发现啊，所有的动物样本中都不含有新冠病毒，而在环境样本中有这么几十个。 环境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也是在门把手啊、下水道啊、砧板上啊，从那儿起来的样本是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按照这个情况来看，那就是说，新冠病毒，呃，人们被感染的新冠病毒不是由于武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呃买卖的这种动物或者野生动物野所谓野味儿。 本来就都说是野，本来大家都怪是野味嘛，就说就跟 s a 是一样，SARS 事件就怪大家吃了国字里后来发现呢，国字里不是宿主，是中间宿主啊，它的宿主呢是蝙蝠啊。那么现在这个新冠疫情也是啊，刚刚发生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就猜测呢，呃，说是穿山甲，至少穿山甲是可能是这个中间宿主，因为当时大家还是都认为，一般普遍都认为还是来自于蝙蝠啊，但当时就认为是穿山甲啊，可是呢。 你按照这次这个对样动物样本的分析表明，呃，动物样本上没有新冠病毒，那就说明其实这个新冠病毒不是出自于海鲜市场买卖的那些动物或者野生动物，野所谓野味儿，跟那没什么关系呃，再有呢，那学科学家早就注意到，就是在新冠病毒第一首批确诊病例中。 其中有三分之一，他们本来就和湖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任何交集，他们没去过，根本就没去过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在最为什么开始大家注意海鲜海鲜市场呢？就是因为最初的很多病例都和海鲜市场有关联，因此人们就怀疑呢，呃，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海鲜市场，来自于海鲜市场的海鲜，也就是来自于那儿买卖的动物和野生动物啊。呃 可是呢，有三分之一个确诊病例病例，包括第一个确诊病例，都和海鲜市场没有关联。那么这两件事加在一块儿，你看看，嗯、呃，一个那就是说，海鲜市场的动物样本中没有发现新冠病毒。第二，有相当一批，第一批的这个确诊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湖南和华南海鲜市场根本没有关系。 这都表明，就像中国疾控中心高福所讲的，海鲜市场其实并不是源头，海鲜市场也是个受害单位。呃，早在海鲜市场之前，病毒就已经存在了啊，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海鲜市场上啊，也就不是出在那儿的买卖的野味动物上头。嗯，那么这就奇怪了啊，那它又是来自何处呢？ 又是来自什么地方呢？那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嗯，那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就实证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研究从 SARS 起就长期致力于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研究，因为新冠病毒这个冠状病毒的研究，因为冠状病毒种类很多了，呃，包括 SARS 都属于冠状病毒，呃呃，而且呢，而都认为冠状病毒主要是来来自于这个。 蝙蝠，呃，所以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一万多只蝙蝠身上采集了上千种、上千种病毒的样本，这都存留、储存、存留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就是石正丽所在那个研究所里头，啊、呃，那么因此呢，所以从这个事情最初发生，呃，人们就很多人就这个猜猜测，啊、呃，说假如它并不是。 直接武汉来自于武汉的海鲜市场，也就是说，这和武汉人吃什么东西、买吃什么野味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啊。那么它是有来自何处呢？它会不那这么一来呢？它就很可能就就是所谓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既然武汉病毒所，呃，科学院的武汉病毒所，也就是胜利所的研究所，还有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的病毒研究所，啊，也就是。 田俊华所在那个研究所都收集有大量的蝙蝠的样本，而蝙蝠呢又被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冠状病毒的源头哦、啊，它的宿主所宿主。那么这么一来呢，呃，这种就增加了人们对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这种猜测啊，就跟这个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因为在中国过去呢，其实发生过。 以前就发生过这个呃病病毒泄露这么种情况，那在零四年零四年的时候就发生过 sars 病毒泄露事件啊、呃。那个泄露事件呢，嗯，他是呃有一位这个呃姓宋的一个女生，她原来是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呃，在二二零零四年三月份呢，她在北京。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呃，实习啊、呃，他当然他不是研究这个冠状病毒的，呃，他不是研究关于呼吸方面的这种病毒的问题，他研究的是腹泻研究实验室，在腹泻方面的这些病毒研究啊、呃。这位姓宋的研究生实习生之后啊、呃，他呃三月下旬，他乘火车回合合肥老家。 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已经感染了沙士病毒了，但是他不知道。回家之后呢，他就出现了很多症状啊，发烧啊，全身酸痛啊，然后他自己吃点感冒药，吃点抗生素素也没有缓解。过几天呢，他要坐火车回到北京啊，然后在北京医院去看病，然后就当时医生给了诊断为就是肺炎，就住院治疗啊。在医院里头有一个护士，一个姓。 李的护士曾经护理过这个姓宋的这个研究生，可是没过几天，这位姓李的护士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也出现同样症状，也送到医院去治疗啊、呃。因为治疗呢咳，治疗后呢，病也没有任何好转，还然后还送到北京的那个呃北京大学的附属医院重症室去治疗去了啊、呃。这是他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 他这个护士就是被这位姓宋的研究生所感染，啊，那这个时候呢，姓宋的这位研究生呢，又乘火车返回他的安徽，呃，在淮南，在安徽淮南的一家医院里治疗啊，呃，在那个时候呢，给他治病的医生呢，也没有怀疑过他是被杀死中毒啊，所以后来呢，他妈妈，这位姓宋的研究生，他妈妈把他接到合肥去了。 可是呢，这时候姓宋的研究生一方面在安徽合肥的这个呃医科大学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他的母亲啊、呃，就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医院里陪着他陪护。可是不久呢，他母亲就出现了症状，然后就以不明原因肺炎这个名义也进到医院里治疗，没有多久呢，他母亲就死掉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啊，人们开始都没有，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宋某人是感染了沙斯病毒，因为他的工作固然是呃在病毒所，但是他的工作本身呢和沙斯病毒应该是没有联系、没有关系、没有接触的啊，所以他不可能感染沙斯病毒的。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呃很意外的事情啊。 就是很意外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呃，有另外一个在这个呃能够接触到沙斯病毒的另外一间实验室工作的一个这个一个呃研究人员啊，他在做完了工作之后啊，他在从他取出了装有沙斯病毒的这个试剂盒之后。 他就直接走出了这个他们那个三级实验室，就 P 三啊，那还不到 P 四，呃，然后呢，他又带着他，他到了隔壁的普通实验室，在那儿呢，他本来要呃，要在那儿他通过这个呃电镜来那个来,来观察来观测，在那儿呢，本来他要经过一道很严格的这个灭活这么一个程序，可是这个程序呢，他做的不规范，结果呢，他就在这个嗯。 另外，这间实验室里头就留下了病毒，而姓宋的这位女研究生呢，刚好又在这个实验室里也做研究，因此就这么被感染上了。也就是本来姓宋的这位呃呃实习生，他不可能接触到萨斯病毒的，是一个在萨斯病毒能够接触到萨斯病毒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研究人员呃在由于在这个操作中没有严格执行操作的程序呃，结果呢？ 把一些没有经过这个严格灭活的这么一些病毒，就带到另外的一个观测室，而这位姓宋的研究生呢，又恰恰要到那个观测室去做研究，证明了他就被感染。那么结果后来大家就发现了啊，就呃，原来这位姓宋的他所得的就是 SARS，而这个 SARS 呢，就是从实验室里泄露的。当这件事情到后来，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发现的还不算太晚。 呃，所以这个最后呢，呃呃，赶快，一方面对感染的人，呃，去加以治疗；另一方面呢，对和这个感染的人确诊病例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去加以隔离。那当时就被隔离的就八九百个。最后这件事呢，总死了几个人，然后有八九百个人被隔离。这件事完了之后，当然是一起很严重的事故。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的中国疾控中心，尤其是病毒所这负责人都都、呃都，都那都呃那都都都都辞职啊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嗯，而这件事儿，像 SARS 病毒泄露在实验室泄露呢，呃，在中国这是二、啊、发生在二零零四年啊，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新加坡就发生过一起呃 SARS 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事件，台湾也发生过一起。 s 士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事件，那么这两个事件呢，在当时呢，都还是引起不少反呃这个一定的反响，像新加坡的卫生部长啊，还出来呃上电视给大家道歉啊，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病毒从实验室泄露这种情况过去就是发生过啊，因此人们就自然你中国出这种事儿，自然会联想到你中国的这个病毒是不是从实验室泄露的。 就自然会联联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嗯，因为连这个所谓实验室泄漏，它是呃指好几种情况，有、呃、好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那就是说，因为一般的病毒研究所都保存有病毒的样本，你像武汉的病寒病毒所的实验室就有从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啊、呃。那么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你保管的不妥当， 或者说你操作的时候违规，或者说你是在处理废弃物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你做完了你就把它扔掉啊，但扔掉，因为这扔掉的东西它就可能有病毒，它必须有很严格的规定的，你怎么处理？如果你处理废弃物的时候，你把当垃圾随随便,便便就扔掉了，那都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感染的情况。那么，零四年那次 r 斯事件，r 斯事件的泄露就是这么泄露的。 这是一这是一种情况，呃，所以呢，这个这次新冠病毒发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呃，很多人呃，有都大家也都知道，武汉病毒所有存有大量的这个、呃、取自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样本，人们自然会怀疑，呃，那么新冠病毒是不是从你们的呃实验室的这些动物样本，动物样本这个病毒样本中出来的呢？ 是不是你们在呃操作时候违规，或者处理废弃物不规范，呃，或者是保管不好造成的呢？这个石正丽本人呢，他在接受呃美国的那个刊物《科学美国人》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他说他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正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住在宾馆里，就突然就接到电话啊，他们就告诉他说，呃，他们这儿呃、啊、手里头有几个呃、啊、换的。 呃，这个呃，这个很奇怪的病的一些病人啊，从他们病人身上取得的病毒样本啊，就希望石正丽去呃查一查，呃，这些病毒样本，这些病毒和他们所里的病毒样本有没有关系？<coughs> 石正丽自己说，当然就非常紧张，他也就在想，他是不是会从我们这儿漏出去的呢？然后他赶快就赶回了呃武汉，回到武汉病毒所，然后他说。 他自己说的，他把取自武汉确诊病例身上的病毒样本和实验室所储存的上千个病毒呃病毒冠状病毒样本一一做过比照，发现没有一个是匹配的，因此他就放心了，他就认为这个新冠病毒不是从咱们实验室泄露的。可是对于这一点呢？ 呃，就在呃这个大半年前，《华尔街日报》有一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就谈到武汉实验室理论，就是所谓，其中就提到说，可这只是你石正丽你自己的一面之词，你并没有经过外人的调查啊，所以就无法确定。你说拿这个病人的身上的病毒样品样本和你。 实验室的病毒样本相对照没有批评这是你说的呀，没有别人看见呢，没有别的人去做过这种比照，那别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就是真的呢？所以这本身就留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问号嘛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嗯，武汉这个呃武汉疾控中心那个病毒所，那个病毒所离华华南海洋就非常近。 而那个病毒所呢，就是按照先前报道也讲得很清楚，那就说像田俊华这种人，他们呃不远万里跑到云南、山洞去采集这个，从采集从蝙蝠去采集蝙蝠，啊、呃，在这个采集过程中间啊、呃，他们就和蝙蝠发生了一些呃很特殊的遭遇，啊、呃，因此就使得蝙蝠身上的呃这一些排泄物就沾染到他们身上啊、呃，而这些蝙蝠呢，他们都知道。 蝙蝠的这些排泄物、这些体液中是可能含有呃病毒的呃、啊，那么你这是你田继华你自己说的，你上次你回来回到家以后，你都小心谨慎的在家里自行隔离了十四天啊。那安之在此前或此后，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事情呢？又没有隔离或者没有注意或者被感染了呢？呃，那另外你在这个采集过程中。 会不会你自己虽然没有感被感染，但是你把因为你要把那么多蝙蝠呃带回你的实验室，那么你是不是把很多蝙蝠带有病病毒的蝙蝠也带回你的实验室了呢？那你在你的实验室里头，你是不是也有过有曾经有过管理不妥当啊，操作违规呀、啊，处理废弃物呃嗯不严格按照章不严格按照程序啊等等。 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如果有这种问题，那么你、你、你的这个，那么从你这个呃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你跟就所谓这个关于这个实验室泄露这个问题，真不是一个假问题，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在的问题啊，因为它留下了这么多疑问。呃、啊，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因为既然 这个病毒，呃，本来大家怀疑是什么吃了什么穿山甲啊这些野味，后来发现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样本都没有病毒，这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啊。那就说明这个病毒在华南海鲜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就已经有人在被感染了。再说，你第一批确诊病例中本来就三分之一，甚至包括第一例。 都是和海海联市场没有关系的。那么，请问这些人他们又是怎么样被感染的？他们以什么方式被感染的？那么，这个当然就呃就成为一个一个极大的问题。按理说，你想以中国政府一手打造的世界一流的这种大数据监控系统，那么你对于首批呃确诊病例。 和海鲜市场没有关联的这些病例，你只要去查一查他们在那一段时间他们的行踪，然后就可以查出来他们这些人的行踪有哪些交集点，你就顺藤摸瓜，你就不难找出他们这些人是怎么被感染的。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就能找到最初感染是由何发生，这样子你就可以容易找到。 发现线索，容易找到新冠病,病毒的源头。按说以中国那种这种那种大数据处理的能力，他们本来是可完全能够对首批确诊病例他们的踪迹去加以呃追究，然后查出他们这些人被感染的一个原因或者那个线索。可是呢，这都一年过去了，在这方面呢。 中国官方的，包括中国的学者呢，没有透露半点风声。当然，我们我们可以怀疑，并不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作为，他们不可能没有走，他们一定去调查过，一定去追踪过，一定去考察过，一定去研究过。<coughs> 只是呢，他们秘而不宣，不告诉大家。而不告诉大家呢，那其中就有文章，就可能有鬼，有什么事情他不愿意告诉大家啊。呃 按理说，你想，你换成一个普通人，你也知道，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发现首批病例，呃，首批病例里头那么多海鲜市场没有关系，那么你必然你要考虑他们是怎么得的，是第一个病人是是怎么得的啊？他们那他们和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在他们周围有些什么，有些什么环境上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啊？等等等等，你本来这是个现成的线索嘛，你任何一个人出在那个位置你都知道该这么做。可是你看。 这这都一年过去了，关于这方面没有任何信息披露。那么你能得出的唯一的推论就是，不是中国方面对这方面没有追踪、没有研究、没有调查，而是他们对外不说，秘而不宣。就像这次，BBC 的记者要去你云南，要去呃深山老林，要去山洞啊、呃，去考察。 结果呢？你这边官方设置各种障碍，不让他们进去。那这个不让，那就给人感觉当然就是你做贼心虚了，你就是欲盖弥彰了啊、呃！否则去那么个边远地方啊、呃，而且你他还阻拦的也很也也也也不敢正大光明啊、呃！你看开个车呢，呃还还车上的都没有任何标识啊、呃，然后呢还要安排一个大卡车横在路上把你挡住。 也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这个阻拦是讲不出任何道理的，而且官方也不敢承认，不敢明确承认，他们就是阻拦，就是不准你进去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么做，那就说明他们做的是一件他们自己都知道，呃呃，拿不上台面的事儿。那而他们就要就这么做了，那就说明他们一定是认为，你要如果听任你们这些外国的记者。 到了云南，到了这个什么呃、啊，这个这个这个呃，通关镇这些地方，进入了那些山洞啊，那么你们就可能发现一些让登中共来说他不愿意让你们发现的一些事实，而那一个事实呢，对于揭露病毒的源头啊、呃、非常重要啊，就和他们在过去那么长时间。 我们都知道，世卫组织要去中国啊，结果长期来呢，都不让他们进入武汉啊。那么这次说要让他们去了啊，准许他们去了，但是也说得很清楚啊，也有要求的，就是对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啊，对第一批确诊病例人的情况，这两个问题的调查不在外国专家的调查范围之列。也就是你外国人的调查，这两个问题你不能碰。 这两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专家来碰啊，也是他有意识的掩盖这一点，这当然给人也是更强化的人们这种觉得你在欲盖弥彰，你一定是有你呃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你才一定在这些问题上。按理说，这个追溯这个病毒的源头，嗯，如果它真是自然发生的，是人们自然的一些人，呃呃，这个怎么样？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和一些野生动物。 和身上带有病毒的动物，比如蝙蝠，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接触，从而被感染。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呃，没有什么实验室泄露这种人为的因素在里头。那么你大概很坦然的，呃，这个、呃、打开大门，让西方的专家、外国的专家和你一道来解决这个难题，来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啊、呃。可是呢，他们是如此紧张，如此呃防，如此戒备，呃。 那么这都不能不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说这里头有文章啊！而你当时这种做法呢，你确实是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啊！当然他这做法做的很可笑，你就像这个、呃、BBC 这个这个报道文章摊的吧，你还弄个大汽车去把你拦着啊，你还呃派便衣呃拿个车跟着去追踪，这都很很拿不上台面的嘛。那他为什么要单单是 BBC 把这个报道？ 发出来了，就只会增加人们对中共官方的这种怀疑，而且增加人们对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的怀疑。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那他可不是去张扬这一点。那第一，他说明他心中就是有鬼。这个事情可能确实，这个由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真还是相当的大。而当局就是吃准了一点，不管你们怎么怀疑。 不管你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怀疑我是实验室泄露，但是只要我不让你们拿到第一手的过硬的证据，那么你们这个罪名就永远安不上，就永远是个闲案。那你就拿我没办法啊，那就完了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你拿到了第一手的证据，那么这个铁板钉钉，你这个至少就是一个责任严重的责任事故，呃，由此引出了一切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当然，这个始作俑者是难辞其咎，呃，那当然，这个各国的这个追责也就在所难免，呃，那么首先呢，它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那么它首先就是对整个疫情叙事就做了一个呃决定性的一个结论，呃，因为现在疫情叙事之所以变成变得这个呃变成这个一团乱麻，众说纷纭，呃，那其他很大程度上。 就是对这个病毒的来源变，使它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一旦揭晓，那么其他的问题都顺理成章，都就自然就得到解决。所以，这个这就是当局他宁肯做些这么不尴不尬的事儿，作为这么这个呃见不得人的一些做法。但是，相比他要掩盖那种第一手证据这么一个要求来说，那确实又显得又不太重要了啊。 所以这个很多人这次世世卫组织要到下个区，北中国调查，很多人一开始就做就想嘛，你根本不可能调查结果了，都快一年了，有什么证据早就销毁掉了。但是你从现在看，中国方面做的事儿看起来呢，那还不是销毁不销毁的问题啊？那当然你可以相信，过去这一一年来，他一定把很多证据都销毁了，但是他依然这么害怕，呃，这个外国的专家能够去发现。 出一些问题，包括在你这个海内海鲜市场啊，包括你的第一批病例啊，啊，包括云南这些什么蝙蝠的山洞啊等等，他依然非常担心你们能够从这些地方找到这个第一手的过硬的证据，因为他知道一旦找到这种证据了，那整个疫情故事叙事就重新重新改写啊，那这中间的责任，那中国方面就就,就无法推脱了。 所以，他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冒大家对这个嘲笑、这个猜疑，他也要这么蛮干。我就是不让你们调查，就是不让你们看碰这些地方啊，他都要这么做啊。这所以这一点呢，你确确实实你不能不,不增加人们对他这个事情，这个是是个实验室泄露的这么一种猜疑。当然，至于说有些人提出这是呃是是是,是有目的的放毒。 那这种说法，我觉得原来我也讲过，这种说法肯定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般放毒，你想他放毒的话，呃，它有它的针对性，就是他干嘛不先就跑到美国来放毒呢？他干什么还先到武汉放毒呢？呃，他干什么要先伤自己人呢？嗯、呃，而且而且，如果你要放这个毒，那么一个前提就是你手里头，第一你要放毒啊，那么第一你要有你的方向，所以你不会先在自己家里头放。 你会在别人地方那儿放，呃，第二，呃，你要敢放这种毒，而这种毒一旦流传开来，病毒流传开来，你自己的人也可能会受到损害，是被感染。那么一定你那里有有秘方，你那里有解药，你才敢这么做。如果你都没有解药，你这么做到头儿，那你那你会自身造成这个这个这个重大的伤亡，所以一般也不会采取。因此这么说起来呢，所以你要说他是。 有目的的放毒，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就是呃是可以排除，因为从情理上讲就可以排除。当然，很多专家说，呃，说这个病毒要要那么人工制造，那个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呃，是不太可能。当然，这个所谓人工制造，它就可以做一些呃基因改造啊，这个从理论上讲不是不可能的，呃，但只不过呢，现在这个他们认为，呃，他们所呃看到的这个。 新冠病毒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结构，从它的研究来说，说这个不太可能是人造的，呃，不太可能是人造的。那且不管了，啊，因为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人，人人造这个都不要紧，因为人造你是科学实验嘛，有什么错呢？除非你是用它来害人，呃，啊，而如果用它害人，那不是人造的，呃，天然的，你拿出来害人一样的可恶啊。所以关键还它是不是人造问题还不大啊，就关键它呃是不是实验室泄露。 如果是有意识的放毒、有目的的放毒，当然更可恶。但那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呃，至少这一次我们是可以排除。那以后你就很难说了。以后中国当年发现说这个病毒这么这么厉害，这么起作用，一下就把你们西方给打趴下来了。那以后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我就那就把弄些病毒弄到你们西方去啊啊、呃，那不是把你们就给瘫痪掉了吗？所以这个超限战。 如果用病毒来打朝鲜战，那岂不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呢？所以我就原来我也讲过，我说这件事呢发生了，呃，不，这件事本身，新冠病毒本身不可能是中共当局有意放毒，但是呢，他这件事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他确实会使得中共内部的一些人，一些极端的人，给他们灵感，让他们发现这原来是条很简单的能够克敌制胜的法宝。 因此，免不了今后他可能会这么做啊。那么，当然我们不管先不谈今后，就谈这一次。那这次呢，我们一般就认为这次这个病毒呢不会是人造的，是人类加工的，而是一种天然的病毒。但是，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呃，它存在于自然界，存存在于某些动物的体内，它们和人类不会接触，它们因此不可能感染人类。那一定是人类和它有种特殊的遭遇，才使得感染成为可能。呃。 而那么这里呢，而所谓实验室泄露，它就成为一种特殊接触的一种一一种一一一,一种可呃一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很关心这次实验是不是实验室泄露这么一个状这么一个状况。那你回到这个呃 BBC 这篇文章啊，他就特别就就就谈到这个问题，嗯，就谈到这个，其实就尽管中国政府包括石英的本人。 都对所谓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都是呃严加谴责，矢口否认。但是你从现在当局的某种做法，不能包括这篇文章的报道，不能不使人加深对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的这种呃猜测，不能不加深这种猜测啊。另外你要想到，如果实验室泄露这种是这种可能性，那你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在当局在。 出去要百般的压制和封锁了，呃，如果它纯粹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呃，那么当局按说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去压制、去隐瞒，呃，他可能会不太重视，但是不可能有意识的去压制，因为像李文亮事件，像后来很多事件都告诉我们，呃，这个事情疫情在中国爆发，以至于成呃呃成为一个大灾难、呃，并不是。 当局并不一开始，他并不是不知道啊，他也并不是掉以轻心，相反他很重视，他重视在什么地方？就是重视在压制他，在封锁他，呃，在隐瞒他。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那如果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件是泄露，因此有个严重的责任事故这么一个责任在里头，他何他何苦在当时要那么去百般的压制呢？ 没有道理，没有必要嘛，是个自然一种状态，有什么必要去压制呢？又不是你的错，嗯，他这个这个自然就有这种病毒，然后有些人和他有种特殊的接触就，就就被感染了，这不是根据你政府没有任何责任呢？你为为什么非要去压制他不可呢？啊，那么如果他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如果它是所谓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如果是这种可能性，那当局出去的压制就很可理解了，因为当局一。 也许一开始就知道它是从实验室泄露的，那么一开始就而且又知道这种病毒，呃，可能有很大的杀伤力，那么因此呢，这个责任就不是所谓这个呃呃这个有关的研究人员、有关的实验室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责任就大了。因此开始咱们采取尽量的压制，就希望呃一方面压制封锁，同时又又希望呢使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个新的病毒，他们当局开始肯定和专家也不知道会会有多严重、呃、他们就想着一方面去压制、去封锁，另一方面呢，再加加上一些隔离和治疗，也许这个事情呢没等他搞大就过去了。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实验室泄露这个事故责任也就被免于追究了，因为他他没没没搞大嘛，没搞大那就不会没人去追查他的事间的来由。可是呢，殊不知，因为他开头就打压制封锁呢。 使这个事情呃变得这个变大了，搞大了啊，也就成这么大个灾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就对于要掩盖实验室泄露这个责任事故这一点变得格外关心呃、啊，那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这几个月来，中国当局那么急着忙着到处去甩锅啊，因为他知道一旦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病毒的源头，而且要对要试图。 对病毒源头进行严格的考察，那么他的麻烦就来了。反过来，他把这个锅到处甩，乱到处乱甩一气。他并不指望大家都相信他的甩，他他的说法，但是足以把思想大家思想搞乱，以至于大家对于追究这个，以至于大家认为这个源头是说不清楚的，也是不重要的。现在就是忙着抗议，就解决问题，治好病要紧。 啊，至于从哪儿来的，那、呃、那那那以后再说吧。啊，他就希望靠这个转移视线、搅浑水，嗯、呃，所以他对各种说法，呃，自己包括自己编出很多种说法，都都试图证明病毒不是从中国发生的，而是从外国发生的，甚至外国发生的比你中国还更早，等等等等，说了有很多说法。这说法当然很多专家都做了很多驳斥，这里我就不再重复。那么这个值得讲的就这么一点，就是呃，从 BBC 这篇报道告诉我们，当记者要去一些可能呃有这种带有冠状病毒的这种动物，呃蝙蝠的栖居地去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遭到了官方有组织的、有目的的、蓄意的阻拦、阻止啊、呃！这就使人呃再加上这次世卫世卫组织要去中国调查，允许他们进武汉调查，但是。 把呃这个首批患患者以及海鲜市场这两个关键方面的调查，呃排除呃不让外国人染指，把它严格规定的只能中国专家来进行，这都给人一种引起人们严重的猜疑呃怀疑怀疑这件事病毒的源头中间有文章有名堂啊，呃因此。 中共当局才会这么刻意的去掩盖，呃，这就加深了对这个实验室泄露这种指控的呃、嗯、分量。所以我觉得，其实呃，当然，我们刚才也我原来也讲过，这里问题呃，不管它是不是实验室泄露，还是它是自然发生的，如果你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严肃的正视这个问题，呃，那么以中国的这种 在这方面的，他那个系统的健，这个呃系统的健全，呃和医生医学这个医护人员在这方面的经验，本来是完全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啊。你没有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已经铸成大错啊。那么，而你没有铸成，而没有扼杀萌芽状态，很大的原因呢，按照上面的分析呢，其实就是和你当局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儿不是自然发生的。 是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啊，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得到很多信息呢，都强化了人们对于新冠病毒是由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啊，呃的这个呃这这么这么一种呃这个这么一种这个猜测啊。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只能停留在猜测上，因为你不可能找到第一手的很确凿无疑的证据，呃。 嗯，而这也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这么千方百计掩盖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就欺负你们，只要你们找不到这个第一手的证据，那这件事儿你们就没有这个这个罪名就无法落实，啊，那就永远是个悬案，这样他就可以免于受各方的指责，啊，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不不遗余力的呃、啊、去去阻拦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调查，啊，虽然他多。 多次表示啊，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这个科学问题要这个专家们来进行，但实际上他为专家的调查研究设置了种种障碍啊，就是不愿意让大家去研究、去调查病毒到底从何而来啊。所以这就我觉得这一点呢，呃，这就是这是我们最近以来所了解的有关新冠病毒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的一个一个进展状况。那我刚才讲的呢，也就是讲那么多，也无非也就是想说明。 就是说，呃，这个新冠病毒确实很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啊。而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呢，那当然就进一步的落实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那当然，他就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呃，要他当然也就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啊。那么当然就会引引起一系列的政这个政治的后果啊。但是呢。 呃，也正像我刚才谈到的，实际上你要找到第一手的过硬的证据，在现在，在将近一年之后是非常之艰难。而且由于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使你外部的科学学者们根本无法接触到最重要的部分、最敏感的那一部分，所以很可能你外部的调查那都是无果而无果而还。到头来，这个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呃，也许当然，也许过不了多少年，就会谜底就会揭晓。 因为你相信，如果真是从实验室泄露的，至少中国的一些学者、一些专家、一些医生，他们是知道的啊。那现在他们不不敢说，或者没有受到种种控制，那么其中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事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加以公布。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会有个更、有个、有个、有个更清楚、更完整的认识啊。当然话要说回来啊，这我一再强调的就是，既然我们不考虑它是不是由实验室泄露的。 单单是由你中共当局，包括尤其是你习近平最初所采取的压制封锁，你就使得一件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一场大爆发，使它终于爆发了，而且成了全球性、成了全人类的灾难。所以就这点而言，无论病毒是不是来源于实验室的泄露，那么中国政府的作这个作为第一整个事件的第一责任人，那都是无可推卸的。所以。 呃，我们在谈到了刚才对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的这个种种分析之后，呃，我们我想依然要回到我们最早先的一个更有把握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这个灾难中间，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应该负第一责任啊。那么这个就呃，而认识到这一点，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一个正确的疫情叙事。 是至关重要啊、呃！如果说呃，这个疫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人类历史，那它到底怎么样改写的？是朝哪一方面改写的？哪些改写是错误的？是需要我们纠正的？那其中我认为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确定下来，呃、中国政府、习近平在这件事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只有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新冠疫情的叙事才说清楚了。 只有把新冠疫情的叙事说清楚了，那么它给人类、给这个历史带来的这种变化也才能说清楚。好的，今天我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呃，接下来恐怕还有很多，我想很，我、啊、很多朋网友都对这个问题有有相当的兴趣，或者有些不同的看法。呃，希望大家就尽量的提出，我们一起来交换交换。好，请导播，呃，这、呃、个问一问各位网友。 你好，你好，你好，胡先生，你好，不高兴、啊，很高兴，哎，很高兴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哎、但是今天我看我还是第一个哈。呃，您讲的非常好，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呃，我个人也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啊，就是目前的这些个证据，就是我们得到的可靠，就大家都公认的世界上呃第一个。 最早的新冠病例还仍然是去年十二月份武汉发生的病例。嗯，呃，当然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一些个说法，就是在说其他地方也有病例的这个传闻，<对>但这些都是传闻，好像没有得到<对>呃权威性的医学机构的证实，是吧？是的，对，所以这些个应该还是不能够算数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呢，呃，新冠病毒的。 早期起源应该不会离开中国境内，呃，而中国方面的责任呢，主要也是没有能够把这个病毒早期的控制住，特别是没有能够防止它向世界扩散，而这个也是中国一直在进行甩锅的一个问题。对，特别是像我、呃，我就想到这个所谓的说中方中国方面有些人就是，特别是中国的自媒体吧，就是说。 哎，说这个病毒啊，不是中国现有的，可能别的国家、嗯、这个出了很多。最近的这个就是说说意大利，说意大利什么十一月有<对>就就发现有那个往以前的血样有对病毒痕迹，但是这个是发现了嗯，呃，这当然，这个说法一个是没有得到证实，再一个呢，它有可能是实验用的样本，在最近几个月可能是被。 沾到了病毒的工作人员给污染了，完全有这种可能，所以、嗯、对也有，对，所以这个并不能够确认。那再者，就算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啊，我、嗯、就想到这一点，假设他这个是真的，确实十一月、嗯、意大利有人呃身上有病毒了。嗯嗯、那么意大利后来爆发的时间是在今年的二月中下旬吧，大约是那个时间对。对，是，对，所以从这样从十一月到二月之间隔了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 才出现大爆发，所以如果是这样，病毒会潜伏长达三个月才爆发，那么，一月份爆发的武汉，嗯，那么病毒最早产生的时间可能就是去年的八九月份，嗯，那就更早了。是啊，就可能更早了。对对，所以这个而中国方面就不会允许去进行探究，不会允许拿出以前中国方面存的这些个样本。 去检查去看看有没有当时就有病毒的存在，这个估计是不会允许的。不希望人家知道，是吧？有这个可能，对，对，还有就是，呃，如果病毒不是在中国境内产生的，那么中国不可能在最初爆发时只从武汉发生了最初的病例，并且其他各省发现的病例。 都能够找到武汉追溯史。对，如果是外来输入，对,对外来输入，那就很可能是像张文宏先生说的，对，多个口岸同时输入才对。对，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对>。所以从是是对，所以从综合这些个目前的证据来看，还是中国境内产生的病毒，应该离武汉也不会很远。对对对，而是不是人工的？就是当然，您今天没有提到严立梦这个<对>那个爆料的说法。 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证实他的说法是否可靠。他自己宣称是说能够把它复制出来。假如他真能复制出来这个病毒，那大概能够有力的证明。不过至今他也没做到这一点，所以不能算是很有利。但是从您刚才讲的这些来看呢，确实逻辑上来看，有值得怀疑可能是人工合成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只能说这还是个可能性，是吧？啊，啊，我就这些。 哎，你说的非常好。你的没头脑就是没头脑不高兴那故事里头的名字去了吧？<laughs> 是借助这个名字。对对，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那还是中国写童话写的比较有,有意思的一个童话，挺好玩的。是，<laughs> <对>大概是很早了。对对,对，这个典故别人恐怕很多人都不熟悉了。现在现在小孩儿光知道哈利波特了。嗯。对对对，他们都知道这个。对。<laughs> 嗯，你说的很很对，有几个有几个性是很重要的嘛？就是说，如果你说意大利，你是发现什么十一月、十二月份就有这个事儿了，那你潜伏是期那么长，那按照这个推论，你中国那个潜伏期那就应该是八九月份应该有了。因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钟南山也承认的，是中国是第一个爆发地，这种是没问题，问、哎，这,就是、这种是没问题的，是爆发地。嗯，所以你认为说你你最初。 也从你那儿开始就顺理成章的嘛，因为你那是爆发的嘛。那如果你是从别人那儿早就有了，那怎么没爆发呢？怎么隔那么老远才爆发呢？而且按时间序列来说，他别人爆发很可能都是从你这儿传过去的。从时间上讲，这是讲得过去的。呃，你从时间上讲，你没法说是别的国家先有，然后别的国家病毒传到你中国去了，这个可能。 不成立嘛？因为实际上就不成立。另外，我也知道那么一些报道，那报道就是没有得到权威的证实。另外，有的专家就说呢，他无非其实就是无非发现了，他们去回过头去查这些人、一些人的这些血清的样本，发现其中有抗体产有抗体了，由此来推断出他们大概原来感染过。可是很多专家就说呢，这种冠状病毒的抗体不只是所谓新冠病毒才会产生。 别的观点，也可能想一下对对对。这个我也看到这个说法。对对，嗯、所以它它不足作为一个证据。那我原来讲过一个嘛，恐怕<对>你也都讲所谓实证例，我是提说实证例的鉴别原则嘛啊。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当地的人不知道它是新冠疫情，没有把它当新冠疫情来治，而当成一般的流感，当成一般的肺炎就治了。那么由于他们没有把当成新冠肺炎来治，因此在看初期。 医护人员的自身防护工作一定做的不到位，因此在医护人员中间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感染。所以你这里提出一个标准：如果一个地方真的出现了新冠疫情了，那么那个地方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医护人员感染。如果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医护人员感染，就说明那边没有发生新冠疫情，就是普通别的病。因为这个是从哪儿推出来的？就是从零三年 SARS 事件推出来的。 当 SARS 出现的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它是 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也把它当成一般的流感、当成一般的肺炎去治去了。可是后来，正因为开始他们医护人员没把它当成 SARS 在治，没有意识到这种有一种更强的传播力的一种呃传染病，所以医生、护士自身防护工工作都做的不到位，结果实证力告诉我们是群聚性感染，首先爆发在医院。 而医院医生护士他们也感染了，他们是专家呀、啊，他们当然就会觉得很奇怪呀、啊，怎么搞的？怎么我们一个个都倒下了？他们一定会去研究。那而他们既然有有相当水平的研究能力，那么他们很快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新的病，是一种新的病毒。那同样的，如果意大利也好啊，美国也好啊，这些在医学方面都是相当相当先进的国家，如果在那些地方早就发生了新冠疫情。 那些地方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医护人员感染，而那儿的医护人员一定他不是傻瓜，他一定会警觉，他一定会去注意，一定会去呃进一步的去去呃去去检验呃去检查，然后他们一定会像中国一样，中国的医生一样，很早的就发现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啊。那么，患者就不会不会呃有后来的事情了。所以，从这种种事情，我们都可以反过反面推过去呃、啊，在中国。 中国是新冠疫情的首先爆发点，呃，那你别的这个呃，中国政府现在种种甩锅，那都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这点咱确实是。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嗯、呃，去年秋季，中国湖北省的流感病例暴增二十倍，对对，这个很可能在中间就已经混杂的新冠患者，嗯。嗯 对，就是，对，就是你刚才推的推断很对嘛？就是如果意大利、美国在十二月,月、一月、十一月就有这种事儿了，那你中国那就可能是八九月份就有这个事儿了，嗯、啊，而你的新，刚才你谈那个事例，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那可可那个时候就有，呃、啊，就就已经有新冠疫情了，呃、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事情，包括它的潜伏期，把它推得更长、更远一点儿，呃、啊，但是呢。 有一个最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嘛，你新冠疫情大爆发是爆发在中国武汉，而且也像你刚才谈到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新冠疫情都是从武汉传出去的，那么显然，所以它的源头，它的这个始发地是在哪儿是很清楚的，呃，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产生的？那至于病毒是怎怎，当然病毒我们刚才说了，咱当然很可能是在中国了，不管是在浙江的舟山也好，或者在云南什么通关镇也好，或者什么地方也好。 那肯定是在做在这些地方，呃，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呃，BBC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问题，呃，就实验室泄露这个问题又把它突出出来了，这是很很值得考虑的，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谢谢您。谢谢。啊，胡先生好。嗯哼。 能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说来说去，这个病毒不就是武汉病毒了？说来说去，这一丁点,点，中医治一丁点,点，作为中国人，哪个中国人死要面子？其实任何个中国人都不去否，不去正视自己的问题。这个首先，一个病毒是从哪里出来的，是吧？我管你是舟山病毒还是云南病毒，还是天，反正都是病毒。 他只是说不是实验室，所谓不是实验室，从怎么样从动物的身上会搞到人的身上啊？这是个问题。他拿、嗯、没有没有这些科学人员把气弄他的话，他会从那个蝙蝠身上跳到人身上吗？对,啊、对，就是吧？不可能。那蝙蝠来说的话，在中国的话，就是很少人吃的吗？这个明摆的事实，你吃猫肉、狗肉。 这些我不管，煮熟了那病毒还有什么病毒啊？它病毒是在蝙蝠的体内啊！你要记住这个点啊，不是摸了病、摸了蝙蝠就能能过来了。首先是他作为一个好像是任何一个集团也好，还是反正就是他不去研究，不把那个病毒提炼出来，不把它病毒从体内提炼出来，它就会能飞到人的身上。这个是。 智障的想法，任何科学的想法，你是别以为别以为他们在那里搅浑水，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是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最起码要摆出姿势，让世界人民相信相信中国人民。所以说，这个政府他自己自己做死的，就是说这些科研人员，也就是说半桶水，连半桶水都做不到，也就是说中国人中国的科学人员。 有很多都是不负责任的，知道吧？都是是为了公民利益利益，是吧？他是没有去，中国人包括现在的教学程度都好，都是智障的，你知道吧？他就是为了民，为了利，也就是说。 他认为病毒他能控制，你控制来控制去，你还整个人呐、啊，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你控制来控制去连个自己的星球都控制不了的。别以为有两个核导弹就可以把地球炸毁了，地球本身它还经历过大爆炸的。这个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吧？它可以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就好像月球啊这些。但是中国反正这个病毒就是从武汉出来的。 武汉要负十四亿人中国人民的所有的责任，你知道吧？再加上他当政的，他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那一帮，你知道吧？武汉人民呢，他是觉得他妈的老子，他那里呢，他就在高官呢。武汉人多是吧？包括王岐山这些，都是武汉人，他一一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把这想封下来，是吧？其实你世界人民都知道。 这个病毒从哪里出来的？是吧？你搞来搞去，我十四亿人民，我为武汉人民买单。你别以为他现在这个中国，知道吧？我胡胡先生，你永远要记住，嗯、这个是说明香港为什么乱，就是地域心态不平衡，地域心态不平衡，嗯、也就是说地域心态不平衡搞导致的。香港的暴乱，导致香港就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这很多问题，他是，就是说当官的哪个地方出来的当官人员呢？他心态不很不平衡的。你说他官僚主义，他又不像；你说他共产主义，嗯、共产主义我供来供去，嗯、他妈美国人对，对美美国人美国人现在要九千个亿在那里准备来发发每十每个人一亿多人都有钱了，都有。 都有一万多块钱，一两千美元呢，一万多块钱呢。我看没有看见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给我发个一万八千的，是吧？这个是事实来的，人家的体质好与坏，咱们先去别去说。但是说人做错了就要承认错误。这个病毒呢，绝对是百分之百都是武汉出来的。你十五号、十八号，我是从在方舟子的下面评论。 Oh. 看到的，看十五号就有了，就是武汉出来了。<对>方舟子的评论看到了，我从哪里看到的？我得到的消息来源，我在这《明镜》说了也好，还是怎么样？评论一下子就把我秒杀、秒删了。这个是事实来的，oh. 因为我就是说病毒呢，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呢，包括美国呢。 还有西方很多国家的那些人民呢，他其实作为人民呢、啊，到现在为止，不管西方怎么科学都好，其实西方人也挺蠢的，包括所有的人类都是挺蠢的。病毒这个东西，它要用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病毒不是说你要神啊还是什么样怎么样可以把病毒灭了，这也是不事实，不是事实来的。嗯嗯嗯、这个是要科学的理论，也就是说，俗称。 就说不信神不信什么的，那个你反正有病毒，我们就用科学的。你跟它的传播途径就是空气啊，还是什么？作为人呐、啊，就是平常的人都要应当应当都要去学一点卫卫生知识，你知道啊？最起码的，现在这个病毒给世界上了最好的一课卫生课。我认为，嗯，包括现在的任何个人都要自我注意安全，很多时候。 不要去给人家那种，有很多现在有很多人有很多误区，就是被所谓的专家写持啊，那些整的，整的，其实人连主心骨都没有了。其实病毒它就是会传染人，会传染人就是要戒戒质，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它有空间，它有一个载体传染的，不可能。 你说那一病病毒从那蝙蝠忽然跳到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是这是科学，任何时候的科学理论。但是说，我认为的话，包括现在的世界人民都好，有很多都是活在愚蠢当中，活在活在梦想当中，你知道吧？他就不是科学，科学都已经给这些人给整的，就好像是圈养的猪一样。 我现在认为的话，现在他说来说去，你说来说去，这个病毒就是武汉出来的，你怎么说都也没用。你横着说竖着说，怎么洗都没用。你拿拿那漂白水洗也没有用的，这个是事实来的。事实就要承认，错了就错了。人就是这样，包括一个国家，连担错、承认错误的、承认错误都不敢。那德国。 纳粹的时候，德国还敢承认错误。别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敢去承认错误，是吧？作为一个国家，你认为民族承担不起还是怎么样？承担不起，那你就要把承担起的人，你把那个人给给找出来，是谁搞出来的？是谁要承让他承担错误？不是说人家也要说拿出自己鲜明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 歌颂、歌功颂德，人才是这样的话，才能博到世界的好感。包括今天的中国人民，才出到那外面，才能赢得到尊重。你不要老是是吧？你自己做错了，你把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事归咎到中国人民身上，那是真的是不公平的。中国人，中国人出去外面。 要想像这样搞下去的话，永远都是受到歧视。人家，人家任何国家，包括死死掉的那些那些人，他其实他也是人，是吧？他也是站在那，他是可能是也不想感染有这个病毒。啊、有很多人死死了以后，你看着也是家里妻离子散，是吧？谁为这些人死去的人考虑过呢？没有一个。 只是天天像中国一样，天天哎，反正那个死的是鬼佬还是怎么样，是吧？那不能这样的做人，人类是有人类共同体。既然你提到共同体的，那你就要负责任，不然的话你就不负责任。我认为的话，胡先生作为一个人，如果是说要去承认错误，他武汉真的是武汉病毒，他是。 带救的不是说中国十四亿人，是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对>都都因这件事，他硬硬是说意大利早就有，意大利早就有，他为什么不说？世界组织为什么不说？我就看见在中国说上面十五号，还你还的你还搞来搞去是吧？人民日报、新华社那些报纸、新浪微博那些出来了以后，你还把它删了？你拼你二十你二十号之前是吧？ 还把它删了，你管控管控管控什么管控？这病毒你能管控得了吧？到现在为止，任何时候他现在管控不了的，他这个病毒永远都在的。我认为的话，病毒就像流感一样，你说疫苗有用没用？我不知道，反正疫苗是草草率率的，到现在有很多东西，艾滋病呢。 到现在都好，中国、世界都科学家都拿他没办法。别说是那个，不管有多少钱，这个是事实，在这里。你说现在的疫苗，我认为的话就是安慰剂。但是说人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的能力，包括所有的人。他他任他们听政治上面所说的那些政治家所说的话，人呐、啊，真的是没办法说了。说来说去，他都是在忽悠。 中国的政治是更忽悠你搞来搞去，你硬你出了问题的武汉，你还搞了一万人宴，万人万人宴是吧？嗯、一万个人在那吃饭呢，那那那个是什么戒指在那传染？呃、嗯，哎、嗯，你这样的话还不承认是吧？那官僚主义、嗯、把那些以前的旧视频，那些官僚所说的话放出来的话，真的是叭叭声的打脸是吧？当、嗯、把世界人民，嗯。 嗯、那那那大脑往地上面一擦，所以说我认为的话，他就认为中央他武汉人还是湖北人，他就有这个权利，他认为他当官的多，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抹平了，然后让十四亿人中国人去买单。而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科学家，以前有有多少将领，你这样的话是对世界不负责任。对对，他就是这样的，他现在。 香港乱呢，就是地域心态不平衡，也因为就香港生活比较好，因为那些人呢、啊，他的那个福利政策的话，香港再怎么乱都比中国好。我告诉你，他们就不承认这些的共产主义，他们出来的就，是，那那些不是说他们的地方穷这些，我不是歧视一个地方，他但是他真的有，中国是存在这种地域性。 歧视你知道吧？第一歧视，他心态不平衡，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太富了，就好像广东人一样，不管哪里的人都来，都多,多来，多来咬一口，你知道吧？他是不会为当地政府去、当地百姓去做实事的，他们就想来这里捞钱，捞完那政绩就走，拍拍屁股就走，留留下一地鸡毛在那里。 你不相信你去翻遍中国的所有的所有的近代的那那些，你看着他们那些，他们根本都是什么什么哪里来的当官的？你还为他真的为为当地百姓呢？他就为他的政绩。中国这个政治，真的太扯淡了，你知道吧？我其实是深有感同身受的，我就慢慢的观察你。你说上面说，我让你怎么说，我看你怎么做。你吹得好的再好都好，你做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嗯 你现在你北京拆房子的那些我就不管了，因为北京北京的你那些有很多人，那不是说百姓不可怜还是怎么样？以前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百姓被拆的时候，也就是政这些正是这些所谓的那政法大仙那些教授啊，那些专家学者他们在干嘛？他们不也是个明哲保身？他们为为改他们在当政的时候。 是吧？有没有为这个国家进步、改国进步做过什么事？现在拆到他们家了，我认为的话，活该，就这么简单。你以前的话，你就我说句实话，我胡先生，我不是说落井下石的事情，我将心比心。他们当政的时候，他们为这个国家做过了没有？那些被强拆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是吧？他们教的他们的学生是吧？那北京政法大学那些学学生。 终于是我,我认为的话，终于猜到这些老王八了，终于猜到你们了。动荡，好、嗯、好好好，终终于猜到他家了，是吧？那些教授学子，那些专家学子，真的是，终于猜到他家了。现在叫中国人民帮了你们的，他以前他们在干嘛？他们有没有为这个中国人民干过好事啊？ 他们就是为他们的名义在干，是吧？所以说，我认为的换任任何个人说，任何个人上去他都会猜。所以说，中国进入这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吧？真正要改变、改变的、改变这个国家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你知道吧？这些智囊团。但是以前的智囊团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做过来的事情，他为了这个国家做过什么？ 默默无为，根本是没有为这些人做过的，你知道吧？现在老了，现在终于拆到他家了。那你说他虽然有影响力，但是说我们百姓的影响力有多大呀？是吧？我们百姓是任任人以肉的，说白了，中国的百姓是任人以肉的。你们当官的，你们当协子的，老是自己不敢。 躺出来是吧？天天都在都在窝畏畏缩缩，他妈躺在里面，所有的很多很多是吧？你再不然的话，你站着茅坑，站着茅坑不拉屎，你开玩笑嘞是吧？老是站着茅坑是吧？不为这个国家做的，你知道有多少百姓因为这次因为拆迁被这样，终于猜到这些人了是吧？这些人在哪里？他们现在才才说啊、呃、要怎么样？其实说真的。 这个不是很扯淡的吗？是吧？作为一个有独立的鞋子，真的是很扯淡的。我认为的话，这个是他们当官的时候，他现在没有权力了，他们有没有影响力了？他们现在所以人家动他了，这个事情就是恶性循环。所以说，中国啊，有很多事情呢、啊，你真的不能去想，他不会承认。特别像武汉病毒，是吧？造就了像我。好好好。 造造就了造就了我们，我我认为的话，造就了真的是武汉病毒，应当向世界承认错误。我认为向十四亿向上七十亿还是一百亿人承认错误，不，这个是事实来的。中国人有这个承认错误的勇气。谢谢吴先生啊，你说这点很重要，就是说，石正丽也这么讲哦，他说在自然界野生动物。 携带病毒非常多，但是感染人的机会非常非常少，他不会主动来感染人啊。他说：“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两年就出一种新的传染病，这其实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人类要去侵袭野生动物的领地，要去旅游啊，要去开发呀，要去这个养殖啊。当然，他就没提到还有时候你要去做科学研究。” 结果到头一不小心，呃，也跟他，呃、啊，也出了这种事儿了。也就是，就是病毒感染，其人类其实是人类活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要是人类不做一些特殊的活动，啊，那么在动物身上存在的这么些病毒根本不可能自动的感染人。所以现在人们查这个病毒的源头，其实最关键查要查的就是，呃，他怎么样感染人的，或者人做了些什么事情。 被感染了，这个才是他问题的症结所在哎谢谢。哎，谢谢，谢谢胡老师啊！今天那个胡老师讲的没，嗯、呃，没来得及听啊。但是，呃，我就提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吧。嗯、我觉得，导播和胡老师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下这个发言的质量什么的？ 嗯，如果一扯一大堆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失去了这个讨论的聚焦，就是不知道、嗯、究竟应该讨论什么。我只说一点，刚才胡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感染途径的问题。嗯嗯，这个新冠病毒以目前就是呃这个科研界的认识，认为是可能是起源于蝙蝠，因为可能带有这个冠状病毒，但是并不是就是说人被感染就是直接被蝙蝠感染。 因为这个病毒它是会在物种间跳跃的，比如它从<对>从这个蝙蝠身上可能跳跃到其他哺乳类动物身上。<对>那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差不多呃十多年前，接近二十年前的这个 SARS 病毒。嗯，对。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源头就是来源于蝙蝙蝠蝙蝠，而且这个感染途径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在云南的蝙蝠感染了果子狸，然后果子当地养的果子狸。 在运输到广东的途径当中，然后在市场上感染了人类，这个途径是很明确的。<对>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新新冠状病毒，对，呃，是怎么样从蝙蝠跳跃到其他哺乳类动物身上，然后再感染人类的，<对>这个途径并不太明确。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中国最早发现了这个疫情，我我现在没法说是不是。 最早发现了病毒，但是至少疫情是先从中国出现的。嗯，嗯那实际上按道理讲，就是中国应该是呃投入很大的这个努力来发现，就是怎么产生这样一个感染途径的。对、嗯，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我认为这个是、嗯嗯、那另外还有就是包括很多从上市之后，很多研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嗯、这个冠状病毒呢，它的家族非常庞大，不光是可以感染、嗯、呃、嗯、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到人类。 呃，我印象中，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广东那边发现了冠状病毒感染猪，但是那那一个冠状病毒它是不会感染人类的。嗯，那你不能说是就就就是它也发现了这个源头，它的最终的源头可能也是来自于蝙蝠，但是它怎么会感染到猪去？那可能有一个它的传播途径。现在说这个冠状病毒最最开始的源头是来源于蝙蝠，并不是说。 蝙蝠就会直接感染人类，这个几率确实非常非常小，嗯、因为蝙蝠它不会生生活在人群当中，它都是生活在这个野外的，对不对？对。对但是但是人类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你可能在那个蝙蝠生生存的那些地方，可能有这种野生动物啊，然后人类在这个活动范围内又、嗯、又养殖这些动物之间，它是免不了这样子会跳跃过来的，而且包括呃那个福奇博士。 他当时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类似于 statement 的，就是说从基因的系列研究发现这个病毒是从蝙蝠跳跃到呃其他的哺乳动物，然后再感染人类这样一个途径是清晰的。我想这个可能应该是说清楚一点，免得误导很多人是比较好的。我就说这么一点，因为我觉得扯多了大家也是去讨论计较的机会吧。谢谢，你说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的。 你注意到没有？我也反正我注意到这么一个一个很蹊跷的现象，就我们记得，在今年年初，呃，在呃这个疫情爆发、武汉封城那段时间，一直到二三月份，中国的学者专家频频发表论文，在各种刊物上，包括在国际知名的一些刊物上，就呃谈这个疫情，谈病毒。 可是最近这半年多，按说他们也在研究啊，按说他们有的研究该深入了，但是最近大半年来，基本上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论文在发表了，啊，那据我所知呢，那他上面他是就是有指示叫他们不要做这些事儿，嗯，因为按理说这么大半年过去了，我们这 s a 的那个那件事儿，那很早当然就发现，他们就说是呃这个呃国子里 后来发现，当然国子里是个中间宿主，但是确认国子里就是先找到第一个凶手就，就就眼前那个找到，了，那个是比较容易的事儿啊。然后才发现国子里还不是源头，源头是在蝙蝠。但是它蝙蝠，但是国子里这个也没找错，你你,你中间宿主。可是你看到现在为止，啊，大半年过去了，偏偏是在最近这大半年来，按理说中国的学者专家在这方面，他们有过去的经验啊。 你想最初 SARS 的时候，他们都两眼一摸黑啊，根本想不到什么。一般人哪想到什么蝙蝠之类的？这次他因为有个 SARS 事件在摆在前头，又是类似的，那么人们就很容易已经都推测到它的呃源头在哪儿了。大家多数人都这么看了，那就是有头在哪儿知道，尾在哪儿知道，那中间的线索就很容易连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半年了很奇怪，就居然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文章论文在发表。 所以这个在，所以这么看起来呢，我听到那一说话，恐怕就是真的，就是上次其实在控制他们，不让他们再做这项，在这方面再做相关的研究。那当然控制他们，当然你就觉得他他这里当然就就就就,就这个就就很可疑了。你为什么要是控制呢？啊，这件事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为什么你你不但不去鼓励，不但不去下呃这个呃呃下很很这个、呃、有很高的投入？ 去解决这个人类整个人类面临的重要难题，为什么反而去控制、去限制呢？呃，这当然你就觉得更人更更会让人生疑心啊、呃。但是确确实实就这个样子，这这本身就很蹊跷。你说的当然对了，就是应该做做么研究，但偏偏就是这大半年来，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学者专家在这方面有有多少新的研究成果啊、呃。这点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能增加我们对整个事情的怀疑。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也一个半一个半小时了。这是我们年呃本年的这个年终盘点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还有几个问题，我这都觉得都很值得谈了。那包括呃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那也是今年的一个大事情。呃，另外还有呢，就是所谓在美国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 啊，那涉及到种族歧视啊，涉及到我们华人在这儿在这儿的处境啊，等等，我觉得这份都是值得在年终、啊、这个时候呢做一番回顾和总结。呃、啊，我想下一次呢，我们、呃、还有机会谈，这个谈其他的问题。呃、啊，希望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讨论。呃、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网友，呃、啊，尤其是谢谢几位参加讨论的网友。 另外，谢谢导播，下次再会。